报道。英国威廉王子还有凯特王妃低调访问南加州，而这个穿着品味高雅的凯特又再度刮起了一阵时尚旋风。为了迎合美国华人对于凯特服饰的热爱，南加州核桃市有一间服饰专卖店就特别引进了英国最新款的平民版凯特休闲礼服，不但贴身舒适，还可以自由变化穿着。这个穿着的方法呢，是多达20种以上的穿法。轻松愉快的漫步，举手投足之间便自然流露出优雅的女性魅力，哪怕是简单的转个身或轻摇裙摆的举重，一样不失去高贵大方的女性风采。店家表示，这就是英国最新的流行款式，被称之为平民版凯特的休闲礼服。它这个叫 multi-wrap dress， 它基本上，它这件衣服的特色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变成很 casual 跟很 elegant evening 穿法都可以。说起礼服的神奇魅力，最让姐妹们津津乐道的，还有超过20种以上的穿着方式，让女性朋友们从此以后都不用担心会在正式场合中遇上撞衫的尴尬。晚上你觉得想 transform 这件衣服，你如果把它稍微弄一弄 ，adjust 一下一些布料，它就变成另外一个 look， 可以from day to night 就这样。穿上一身美丽的服饰，当然更需要珠宝或腕表的闪亮点缀。为了满足侍女名媛对自然休闲又不失典雅的佩戴需求，店家还特别引进多款瑞士水晶腕表，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欣赏，都能营造出比宝石更闪亮的视觉效果。绝对是有人，它这个 Jewish Swiss Made 的牌子的手表是，特别在它的 facets， 它的切面 ，Crystal Sapphire 一般都是平面的，它但是这个就是做到很有 3D 的感觉，所以你会戴起来觉得很闪亮。不远千里引进英国最新款式到南加州核桃市，业者表示，店内每季还会精选出来自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流行服饰和特色配件，因此欢迎女性朋友们把握今夏，体验欧洲服饰的迷人魅力。东森每周新闻，叶宏志、李宗尧，洛杉矶。